各位朋友，今天是我们10月10号国庆日。在10月这个何许的天气呢？这么温暖舒服的日子，就是要出去骑车。今天我们要来介绍我们的 CF300 Rally。 因为其实啊，我骑这个 CF300 Rally 呢，已经骑了大概一年半了吧，骑到目前的里程呢，也2万多公里了。那这2万多公里里面呢，我去了其实蛮多地方的，环岛、不老骑士、公路、土路、林道，什么都去过了。要不然这一次我们就来好好的介绍一下它，因为其实从我买它到现在都没有完整的介。其实啊，我今天呢不是要找你来拍300拉力的啊？什么？我今天不是要带你来骑300拉力的。要不然我们今天干嘛？我们今天其实呢，是因为我前两天收到一位观众，他原本准备了一个生日礼物要给你，本来是礼拜三才要给你，然后昨天突然跟我说。这个服装好像很应景，就是今天刚好是国庆日，所以呢，我看到了他的心愿。等一下，阿水，因为其实我们原本要来拍这个，是真正找我拍的。对，可是你都不会想说，我今天怎么骑橘白来吗？啊，因为我们想说，我们就是要一起去啊。哦。就因为我们平常骑车也是一起去骑啊。没有，今天是为了给一个 surprise， 而且我们要穿了他一个很 special 的服装。可是我都没有在过生日。所以我就想说，那干脆今天就是国庆日来骑啊，骑一下是不是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服装？你不要给我那个纸笛骑呀！我先问你的尺度够高吗？不够啊！你很尺吧？不够啊！我私底下很尺啊，可是我在外面的时候不尺啊。你一直都蛮尺。应该不是那一种吧？嗯，你可以猜一下，是橘色的。KTM。错。因为 KTM 的话，我现在就是也穿橘色的、啊。对。这件是新版的哦。你不要趁机炫耀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所以是橘色的，橘色的。对，穿上去应该，我觉得今天应该在路上还蛮多人会看我们的，所以其实我很多人在看我们，超丢脸的。所以我今天一直犹豫说，我到底要不要穿，就还是给你穿就好。橘色的，可是帅的。到底帅多久？橘色的，七龙珠，七龙珠那个悟饭呐，七龙珠悟饭呐，不是。你不要给我那个史迪奇，要不然就是什么一颗橘子的那一种，极度亮眼。那个收到我会生气的。我带你来看，我真的是，真的吗？超帅！我靠，真的蛮帅的。就是那个超帅，来，我长镜。这可以跟你好好欣赏。对啊，这可以拍吗？我问他，他说可以拍。那这是谁送的？就是某位很爱你的观众。为什么是联系你，不是联系我？靠，这真的很帅！超帅！还有你的名字。这屌！对啊。干，真的蛮帅的。超帅！所以你说，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一样要拍 CF300 吗？还是怎样？没有，我们今天就是去爽骑车。爽骑车哦。对，因为我们已经很久就是没有好好的去骑车了。对，我们真的很久没有好好去骑车了。对，我们就是一直每次出去就是很忙很赶，拍片、通拍、停下来讲话、吃饭也吃得很赶，明明就几乎没在吃饭。对，几乎都没有在吃。对不起啊，我们都吃 seven， 我们在蘭嶼也吃 seven 啊，等我跟大家讲。我们去蘭嶼好像是走吃一些什么漂流木，对不对？对此呢，小弟还有珍珍还是乐此不彼的。就是只是为了要给大家这些画面嘛，对，你应该没有不开心吧？还是我没有不开心啊。哦、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回去你就死定了。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今天呢？我想说，我想要去拍一个那个什么彩蝶山，我觉得那也还蛮帅的。哦，彩蝶山哦。对，所以我想说彩蝶山是那个月世界，月世界，想说可以去那边拍个帅照。好，然后就随便晃晃，然后穿就是这个。可是只有我有啊。我当然也有啊，我谁？你也有？我谁？他这个八节做的很好。怎么可能只有你？他一次拿两套给我们哦、喔，连我的名字都有。哼，我谁？真的连你的名字都有给大家可以争。帅，帅死！真的不简单哎。对。所以我们现在换衣服是？对，你们换我们就出发。直接在这边换。Go！ 对。他是不是高估你的身高？你真的很像监狱犯！你就是一脸会做坏事的样子。他是不是给我太大件了？是真用橘白帅吗？真的可以！
有很大吗？举板很帅，对，真的举板很帅。举板很帅啊，我嘞？衣服很帅。哎、欸，不错哎、欸。对啊，真的不错哎、欸，我觉得穿起来蛮舒服的、欸，它不会很刮、啊。对，因为我里面现在是裸体的状态，但是我不要给大家看。没有人想看好吗？哎、欸，它这个口袋超多哎、欸，超多。还是我要出去骑车，我都穿这一件好了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准备好飞行了吗？起飞吧！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这样这样帅吗？戴安全帽帅吗？衣服好帅啊！走了。我们现在准备起飞，五彩蝶山出发了 ，Go Go！小小我的手好尬哦，我的手在颤抖。踏台请求降落。我们来到了这个彩蝶山，我们刚才降落了。那我现在戴了一个非常帅气的这个你爸的墨镜。我跟你讲，墨镜是我一个人生中很大的算是一个污点，因为呢每次我只要戴上去，可能是我平常给别人的形象呢就是有一点偏向邪心，所以通常我戴上去的时候呢只会听到一两种答案而已，没有其他答案了。一，你干嘛戴墨镜啊？二，俩零的。就这两个，从来没有听过帅的。不会啊，可是我觉得我这样戴也蛮帅的吧，还是还好。请问这个力道还可以吗？好 anyway， 反正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彩蝶山，这里呢是泥岩的地形。欸，可是今天穿这么帅出来，我不太想要在那边旅游影片欸。对啊，我们讲讲干话，然后也不要介绍了啦。到底谁墨镜会戴得这么低，然后这样跟人家讲话，你是菜龟哦。Anyway， 反正我们现在就是来到彩蝶山。今天我们没有地理课，我们也没有历史课。我觉得我在讲太多地理历史课的话，真正已经快受不了了。你是不是很讨厌上社会课？就是每次下班很累，还要听你在那边讲历史课哦。欸，可是你不觉得历史可以见往知来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？可是有时候也要来点不一样的啊。例如穿飞行服飞空拍机。DJIS 已预备起飞，请求进入跑道。打开 ，OK 吗？可以起飞吗？
续起飞。欸，我们从几点拍到几点啊？不知道欸。Siri 告诉我们现在是16:50，我们大概2点多到的，已经拍了快3个小时了，现在才刚拍完。因为我觉得呢，我的生日礼物呢非常契合这个场地，这里就是这个龙什么？不是，我不是讲不出来，我是不要用那么成语那么的那个跟大家讲话，我想要生活化一点，这个叫什么？嗨婆龙啊！我觉得我们的衣服真的非常适合在这边拍，就是拍照、录影什么非常适合。它这里的地形就是有点像是月球表面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呢，我们穿着虽然没有这个头盔呢，但是呢，感觉就像是一个太空人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等一下去哪里啊？嗯，去吃个饭。然后啊，今天吃 Seven， 不要再吃 Seven， 不要吃 Seven 啊！今天在嘉义那边好像有烟火秀，我们可以去看。好不错哎。对啊，好像在什么故宫南院吧？宫南院。故宫。哦，故宫南院。故宫南院。那我们可能现在就要出发了。我只有听说，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在那里，所以可能要查一下。所以也不确定在故宫南院，可是确定是在嘉义。对。那他那个烟火是几点开始啊？我也不确定哎，可能要查一下。那现在来查一下好了，等一下查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准备要出发了，好吗？Go。